是现在才可以走。那是这样的。对，那个梦就有一个桥。好像在这里吗？六好干。哪一个是跳好了？这个。亲吗？好像这全部都可以，这两个都可以，这两个都可以。你这个好不行。嗯？我是上面这个。是上面那两个都可以。然后下面那两个好像是就你 hold 着就可以变拉长。下面。下面这两个，你按住你就可以拉长自己。时钟？对呀，看时钟吗？看机器人。这边不是可以过的？啊，就是啊，可以啊。刚刚在拿那个东西。哦？这什么？他要蛋糕跟蚕。蚕还有。这在哪里？这里书，这书也是。可以吗？不行。在上面，骨头在上面。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放这里吧。放这里可以干嘛？啊，我们掉下来了。啊，我们上去是吗？啊，咬住。我没有咬的。我以为你有咬啊，你不是说你？我以为我有咬。好吧。这一项不行，那我们只需要所以就可以走了。没有哦，你要等我，他那个闹钟要让他睡觉。他睡觉啊，马上去那个地方的东西吗？应该是要让他去找他。就是说，那个灯要放在上面，一直放在上面。我怎么丢我自己？先放这。没有。我把闹钟拿下来。可是有洞，所以我们会一直掉过去，我们好像走不过去。从另外一边上看看。
开过。这边有什么东西？我们又回来了啊！那边有一个重很重的那个，嗯，那可以干嘛？不知道了。哦，他可以过去的，把那个鸭去把那个吸过来。然后放在这里。放这。只有一刹那可以走路。太重了啦！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咦，啊，你吸住。我吸这个。海冰。哎、欸。啊。太远吗？我放错，哎呀，差一点。哇、嗯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没有吸到？有嘞，我那我掉下去那就不算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现在这也停？那我可以直接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为什么？哦，诶、欸，指针指到15分，它就会嗯，它就会有的那个平台就会出现。好，然后我们。OK， 这个要放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保持够吸着。哎、欸，没拿到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抽、啊。这个要让它，当然不要让它滚了。这个要先拿走。然后，这个放过去。然后再把这个脑装给停了。嗯，拉到15分，下一位应该可以。哦，所以刚刚去睡觉就好。嗯，所以有路了。哦。那6度，那个要角度，不懂它的角度在哪，现在才可以走。哦，那睡觉了。对，那个梦就有一个桥，就跟之前那几段是一样的。呀、yeah ，想说应该压摸。看啊，看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应该是没有。这里看到这个茶壶，茶壶拿着，先拿过去吗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放回去。所以应该是要找出，看这个可以走。哦，我拉不动 ，OK 了。还是方向错。方向错是不是啊？嗯，另外那个不能转。下去了。嗯，另外一边吗？
还是先把那个草坪拿走。来来来来！啊？对啊，像那个保险箱一样，有一层一层。哦，隔壁就是。对，先给谁茶壶？我先找这个。嗯。然后接下来是盘子跟杯子。你比现在桥画换方向，所以我们可以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。那边有灯吗？哪里？喂。哦，对。右边，右边。就是时钟，嗯，上面有钥匙，对。哦，这个是拿掉这个卡环，嗯，拿掉，嗯，他背一个东西卡住了，嗯，为什么一直咬到的声音？这样子，哦，它那个会开，什么？有，你看，那个平台开了，所以下面有东西。这里平台开了，下面应该是有东西的。没有，底下是空的。哦、OK， 那个我知道，等一下啊，你要把球放在这里，把球放这里，等一下看它会不会吸到球，你放啊，去开那个吗？呀、yeah. ，时间。去把时间转过来。是啊，我可以放啊。没有，我们要转到对吧？我要转到来。然后那个是那个呀，可是那个钥匙一直掉下去啊。呀，就这个我们卡在这边，然后你可以拉上去拿那个钥匙吗？不行吗？等一下，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。哎、欸，他已经在下面了，刚刚，所以不要让他掉下来就。哦，我现在有点难了。OK， 对了，没有，你。走回刚刚的，差不多我找到了。好。有。是钥匙要去开呢。开门来。是有公司的吗？啊，是有公司的。哪里？这个。旁边的那个转那个，我想看一下哪里啊？那个左边吗？后面有东西。有一个洞。哪里有个洞？来，你看。哦。哎呦，你眼力不错哟。我就觉得那个形状很奇怪，应该是有东西的。哪个形状？这个它的那个孔太大了，因为我们掉下来了。嗯、过来吗？你怎么躲下来？
干嘛？放这里。哦，又打开。嗯，应该还多一个。那三个。呀、yeah.。我们需要去拿那个灯泡。那感觉电脑很慢，我会觉得有吗？一直卡卡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拿下来。那怎么拿下来？转呢？我们呢？哦，你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。啊？不是，我们要拉他去底端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拉到这样子？你这样拉不动啊。然后放掉之后，我们要赶快的跑过去去接哦。上面，我们要走回上面那里。这里不可以。这里不行，太低了，高度不对。放我放了别走啊！等一下，天王没放，王没放。对，走。嗯、欸，我被推下去。哈哈哈！好笑、哦。你干嘛把我推下去？杯子，暴涨，他的水柜留下，下面有路吗？你不是先拿去给他们呢？等一下不会再回来了。等一下不会再回来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我们来的地方。哎、欸，OK， 剩下盘。嗯哼。八号下午茶。呀、yeah. 啊。那叫我们去找。啊。我下一个桥洞。另外一边这边。这里有灯啊。啊，要把它放在上面。看这里，不放的。他没有熄灯。为什么？奇怪。让他停，是吗？让他停吗？我不懂。你去哪里？这里照不到。后面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还是停了一刹那才可以过。啊，我不见了。嗯？那有桥，所以是做梦的人吗？不是，是这个灯的关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你咬这边吗？对啊。没有啊，这个墙还在啊。这个的作用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你放在我们这里。我知道了。啊？你掉了，你上来。我知道了。怎样？那个，我们是要把灯转移到另外一边，然后，才跑。那个，走。OK， 你去吸那个灯。你去吸那个灯。呀，你去把那个灯拿掉。呀 ，OK。然后呢？走。哦，他是做梦的哎。Are you understand？ 你有睡觉了就不会。就是要把它们放下来，就要把灯装在上面，可是就怎么上去？那边转的。哎，要吸住。哎呀，你有吸到。盘子在上面。灯我是不是拿掉？要不然我要什么？要留这里，要放上面。要放上面。嗯。这里啊。灯拿掉了。灯在这边。那、啊、怎么是放另外一个方向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放。谢谢。对啊，他都不用感觉，空的。OK。然后，放不过来了什么？你说看有没有东西隐藏？这个，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？对，这是什么？可以不这样啊？有没有什么藏着的？没有东西啊，这样。但是，这样的话，我摇一只闹钟过去，他们去。他们挡着那个。旁边这也可以。嗯，他们挡着那个。哪一个？那个钟哦。对啊。要让它运转。什么意思？这样我们就是要放它下来。不是闹钟的问题，是那个灯的问题。对啊。我就把那个灯吸下来。等下就可以转了。哦、OK。那你为什么要走那边？好处。不要吸呀、为什么那个灯就在那里？你没有把它拆下来，看不到。你去吸那个灯吗？等下我把盘子放在那里。我把它弄走。盘子。你要吸这个灯，我要在这吗？这灯应该没有用吧？应该是吸一个闹钟。那你不吸了？灯没有用。这不是灯吗？对啊，这是灯。
哇，再回去。你放掉这个东西。哦。快去。哦，现在是这里。对啊。让他去。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掉下去了。为什么做一曲？刚才是那种，那是闹钟，那是闹钟自杀，他把它放进去了。为什么没有放？卡住了。哎、欸，有个闹钟跑去上面了。对、yeah.。为什么会卡住？哎、欸？你要熄掉闹钟干嘛？因为我没有熄掉闹钟。我说那时候你要熄掉闹钟。我觉得可能会用到，不然它是啊，它不应该在上面的。那怎么办？你再回去拿。我刚刚看楼下有没有用到，没有办法放。啊，有看看。没有，我放。没有了。走，顺时钟。啊，还要那个灯呢、欸？那我们就可以，哎、欸，不用了，我们不用那个灯，我们可以直接过去。不知道，我看。你把主机需要那个。对啊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过啊！有灯我们就不能过。是啊，我知道。他们是三明治。嗯。喝奶茶，他们喝奶茶吃三明治。那个他们给我们骨头了。收集完了。嗯。所以闹钟是没有用，同学。呀。这是可以直接走进去吗？应该是通关的吧。走进去了吧。哇哦！小精灵可以在哪里？那边的那个，这是身上卡。然后，另外一个，哦，把它往前推，把后面的往前推，往这边，这个。哦，这个不是就是那个发条吧？嗯。
他转到满的。我没有满的，他那个自己会旋转的、啊。那个金色的条状它下去了，所以我们要趁那个时候，爬上去。对。所以是要走旁边，走旁边啦、啊，右边，然后上去啊，到左边，然后再上到右边，然后在上面还有东西是吗？有钟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要拿去那个亮亮盒？用它敲钟啊？球应该是在旁边吧？对，那旁边有一颗球。OK， 我们走，应该转过了。那自己会转。不要带旗。哦。停下。停下。走。好。不用走。好。Oh no! Oh, what's wrong? 是要往下走那个蓝色的平台。往下走、啊，我在哪里？我们走到旁边的洞。哎，那我们在这。过啦，你没有过啊，我有啊。然后你跑到那边了，因为我太慢了。对啊，你去吸那个嘞，去吸它。哎 ，no no no！ 啊，下去。哦。哎，它敲钟了。它亮啦，灯亮了。啊，因为要把那球滚下去的，可是算了，它有吧？它让我们过了。对啊，它怎么过了？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它亮了，可是它的钟要没有响、啊，对，它没有响。准备啊，就直接下了。你
你看这次是你哦，很难下吧？你是咬着那个壳，把它甩下去。其实也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今天下去要从你。我怎么样？不是。你只要往它往一边甩一样，往它往左边甩。不能。那就放掉吧，你下来了。不能甩。没关系，你就下来了。不能下，太死了。对，已经真的很难弄。你看，抓这个很难过去啊。要马上转还是？马上转没有用啊，因为它转。没有了。好多呀！好，可以走。嗯，嗯，可以吗？他是不是血太高？他撑不下去。这次比较大了。有吗？他撑不下去。这关比上一关简单。对吗？上一关有那个卫兵的。嗯。我觉得鸟的那个最难，他一直把你抓走，就这样卫兵啊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你讲的卫兵啊，嗯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要去找七耶。对。